你们。明天可以看衣服崩开，我觉得不用明天了，今天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衣服，我的大肚儿了。平时我跳舞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，用力的吸气，结果，不用明天啊，我跟你讲啊。几个月了，你们看这个样子像几个月的吗？我头次怀孕，我不知道这是几个月的。兄弟们，你们看这像几个月的？你们看着像几个月？6个月了，真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你看我吃了好多嘛，今天晚上，就光那个蛋糕我都吃了，对。可以，啊，我夏天怎么办？我夏天怎么办？啊，你们放心了啦，我有在减肥哦，有在减肥，让，啊，我有在减肥的。